你又要准备生小孩，要主持节目，要准备金钟，是？没有啦，我现在先准备这个节目《脱口秀大一》，然后还要准备生小孩而已。我今天听到新闻，我是傻眼，我想说，哦，连隔一天的人选都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但没有，就是现在还在想。你又要准备生小孩，要主持节目，要准备金钟，是？没有啦，我现在先准备这个节目《脱口秀大一》，然后还要准备生小孩而已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他们有来问，然后我真的很犹豫，就是当然人家来问我很高兴，然后也就是你知道，哇，很兴奋这样，可是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行不行，后生的时间又不确定，我又没有想要剖腹，所以又要等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生，所以现在其实我今天听到新闻，我是傻眼，我想说，哦，连隔一天的人选都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猜他们应该有其他的人选，可能也在看，所以我不能自己在那边讲说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他们有来问，记得一月的时候大家来问说有没有要生第二胎嘛。我还跟他们说没有没有，现在都有回避老公，就被大家发现有一两天没回避，然后就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回避还是回到？回掉，回掉了吗？中心的那个群组还在。还在，但是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在运作，没有在聊天了，这样。对啊，因为以前还是就是焦哥他可能有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这样